有，欢迎我们的邓紫棋。他说要悄悄藏在你们中间。哎，我好像说漏嘴了。我和紫棋一起的一个新节目，值得期待。哎，好像我又说漏嘴。节目组不让我讲，不过我们也不是外人，对吗？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女团队长，乘风而来的年度乘风创始人娜娜。哇，我想说，爱你的人此刻就站在台上。爱你是我最骄傲的事情。